小朋友大家早上好，今天呢我们拿出这一个练习单 Blunt 植物的练习单，然后过后呢先去你们的班级起来，再写上你们的名字，做功课那天的日期，做了功课呢给妈妈爸爸检查过后记得在这边签名，然后我们看一下今天还要做的什么，圈出很多种子的植物。这次呢我们要圈的是什么呢？圈出很多种子，就是 many seed， 就是很多的 OK， 很多种子的植物。 OK， 我们找一下第一个是 cherry， OK， cherry 只有一个种子哟。 OK， 来我们看第二个，这是木瓜 papaya， OK， papaya 里面你看一粒粒是什么，这个全部都是种子。 OK， 它这次还什么 many seed， 叫很多的，所以这个可以圈了。 OK，爸爸爷的种子很多的。接下来呢我们看的就是红毛丹，红毛丹有几个种子呢？一个红毛丹只有一个种子哦。 OK，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的就是蜜瓜，你看有没有很多种子一粒粒的，这个都是它种子哦，多吗？很多，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蜜瓜圈起来。OK， 下一个呢就是芒果，一个芒果呢只有一个种子。 OK， 它的种子像它的芒果的 shape 一点弯弯，像豆这样的 OK， 大大个的哈，所以我们不要圈哦。 OK， 下一个这个是 orange 啊，橙。 OK， 这个就是它的种子，多吗？对呀，很多呀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圈起来。这次我们要找多种子的。接下来呢这个是龙眼，一个龙眼里面呢只有一个种子罢了，看到吗？一个而已，所以一个龙眼一个种子罢了。好，下一个呢就是西瓜。 OK， 你看西瓜的种子多吗？很多很多很多，所以我们可以圈起来，这个是 many seeds， 就是很多种子的。接下来呢这个是苹果 apple。 OK， apple 里面看还是很多种子的啊，一颗 apple 里面大概有四个种子啊，所以呢它也是属于 many seed 的哦。 OK， 所以这一张图练习单里面有1、2、3、4、5五个答案哦，所以要圈起来。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可以把这个水果踩上颜色的。 OK， 谢谢小朋友，拜拜。